这个 Jacob 之前因为表现的相当的出色，他已经在为后边的附加赛做一些体能储备，并没有这个强烈的攻击欲望。所以周周就是你露脸的机会啊！今天晚上大家坐在一起喝酒的时候，有没有谈资呢？就看你现在表现了。 注意连续进攻，不要让对手抓住机会。被推到了栏边，只有栏边连续的打进了头部。抓住栏边不能被摔倒，这个情况。周卓。 Save your energy. Step back, man. Step back. Yeah, good. 这靠 也是在保留自己的体能，为接下来进行的残酷的决赛做准备。 他已经获得了一定的优势。好，比赛结束，观众朋友们，掌。